听说新馆呢，无论从它的设施构建，还有展陈呢，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我自己内心呢，也会觉得，希望有更好的能够为新馆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素质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旧馆呢，我觉得今天大家看到了，阴雨蒙蒙的。关于在这样的一个雨天，我也想起了这个李叔同的这样一个送别，包括刚刚呢，也跟我们很多这个志愿者同事志愿者这个同学吧，一起拍了照。可能会有在半年之后呢，都没有办法跟大家会有一个这种关于博物馆里面的很多的一个见面，我就会觉得有点难过啊。但是这种难过之余呢，我也会觉得，哎，因为有了分别，所以才有了期待，所以呢，才会有了更多对新馆的这样的一个要再见的生出来这样的一种期待之心。最后一日啊，我好唔舍得咁再嚟打打卡，再嚟回忆一下咯，咁样。附近啫嘛，我走喺呢个幸福路呢度。大家好，我叫张静，在这里已经工作了9年。在这里9年当中，每天看到来来往往参观的观众，感触很深。现在马上就要搬新馆了，有种很依依不舍。每天看到昨天还有个观众在前台的时候，他真的是对我们馆有很深的感触。他在前台的时候都跟我们说，他舍不得，而且当场在前台都已经哭了。看到观众都有这种心情，我在这里跟着9年，其实真的是感触很深。在这最后今天最后一天闭馆的时期，你在不舍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新馆相约，在新馆相见。